现在足浴行业卷得不得了哟。这边都没有什么资料贴，以前全是洗浴，就桑拿那种洗浴。现在呢？不全部关门了吗？嗯。全都关门了。现在洗脚。对，以前没有洗脚店。现在洗脚店。以前洗脚也是在桑拿里面。嗯。在那个洗澡的店里。现在全是洗澡。后来全部关门了，不太搞了。皮肤怪好。嗯。我说你皮肤挺好。嗯，还行。哪里？贵州的。贵州。嗯。我们这贵州还很少，很少碰到贵州。大部分都是云南、四川。这样的是吧？我就碰到过一回贵州，好几年了，这。好几年前是吧？还是刚到我们这边，后来那两年应该就走了，一个小女孩的。这边吃的东西不适合我胃口，我觉得我做的时候我都不想做。贵州那边吃酸的是吧？吃酸辣的。酸辣。好吃的也多，这边没什么好吃的。这边天天吃啥？就没吃过一个适合胃口的饭，真的。你啥时候来的？4月19号来的。嗯，才几个月。三个月嘛。这边天天吃啥？就炒菜吃饭吗？嗯。怎么做都不出我们老乡的味道。那肯定的，那完全不一样。我知道贵州他们说有烙锅什么的。关键是我们那边的菜就好吃呀。我朋友他老婆就是贵州的。他也不是，他也不是贵州人，他就是去在贵州长大的，但是他不是贵州人。现在我们那边现在很凉快了，现在才20多。我知道，凉都嘛，就是。嗯、对。他就在贵阳。对，现在贵阳那边温度也不高，25度。嗯。我们对于我们贵州人来说，一旦超过25度以上，27、28度就说热了。那我们这里都没法出门了，现在。对。我们这过两天嘛，38度、40度了。我们那边是什么？一旦超过28度、27度，就说热。我们那边就这样的，哎，冬天晚上，冬天我们那边也不怎么冷。那还冷。反正一旦超过零下，我们就说很冷；一旦超过温度，夏天一旦温度超过27，就说热，就说很热，热的受不了。我们那边都没有空调的，除了在铜仁和遵义这两个地方哈、啊嗯，有空调，其他地方都很少有空调，因为那两个地方热。是真的热，和别的地方没区别，是真的热。其他几个地区山里面就凉快，山区。其他地区哦，比如六盘水啊、贵阳啊，还有其他几个城市啊，都不热。所以夏天过去玩还是很爽的。对，夏天就适合去那边避暑。避暑。对。挺爽。对。但是晚上你要带外套去，你要记得带外套，要穿长裤子。到了晚上就冷了。